你又中意食嘢，我又中意食嘢。我中意东京，你又中意东京，咁啊啱晒啦！咁你快啲上车，跟住带我去食嘢啦。好，好啦。咁啊，東京咧啊，就成日做咗朋友嘅。咁啊，舒格，今日我哋有啲朋友喺度啦。咁就係同我一樣啦，中意食嘢同埋揸車嘅 Michael 葉米高啦。你好，你好，今日嚟嘅朋友係啦。咁啊，好啦，等我介紹一下啦。咁呢位 Mr. Tajima Monster Tajima 咧，就係我30年識得嘅朋友。咁佢喺賽車界日本咧，真係響當當啊！佢唔止話一路賽咗我咁耐，而且而家。哦 ，Pike Speed 嘅世界紀錄咧，佢仍然 hold 住，佢而家仲係賽緊嘅。有時我去幾日就會用 Rooming Day Pass， 用幾多計幾多，清清楚楚。好中意1010個 Day Pass， 用先開始計24小時，唔係由12點計到12點。即是可以用足24小時。還有1010今年搞了幾場米芝蓮餐晚宴，請了幾個米芝蓮星級餐廳大廚來香港，只要是1010客戶，不用飛出去都有機會吃得到。多謝你的介紹。千萬不要這樣說，因為我很喜歡吃牛肉的。那這間店呢就是銀座 Ginza Ishizaki。 那這位石崎先生呢，他就是牛肉專家來的，以前就在一間叫加藤牛肉店做，現在自己開了業。他做了10多道菜，全部都是牛肉。不是，他這個 corned beef 呢就真的不是罐頭那些鹹那些、哇，這個呢就是真的整隻牛最好的部分了。這個是 sirloin， 這個呢就是 fillet， 其實就是 chateaubriand 裡面最深的部分。因為 chateaubriand 已經是中間的那一層，沒錯，一隻800kg 的和牛呢，其實呢只有入往1至2kg 左右的 Chateaubriand 嘅裏邊嘅肉心，咁呢個肉心裏邊嘅肉心真係最好最靚部分。頭先個牛嘅嗰、那個，即係佢係 slow cook， 佢個汁啦，酸酸地又唔會太寒，同埋咧係牛脷嘅下落啦。鹹嗰部位就會有油脂，所以有和牛嗰個香味。都有少試嗰個豬肋骨嘅肉味，有啲香。咁嗱，嚟到呢度啦，呢個係咩嚟？嗱，呢個咧左邊嘅咧就係 sirloin， 右邊咧就係 fillet 裏邊中心 chateaubriand 嗰部分嘅心嚟嘅，亦都係即係全隻牛得一個 kilo 鬆啲嘅肉，所以啊，呢個真係好珍貴。心中心，咁啊，唔怪得知咧 ，Michael 你叫佢做牛肉超人。